永清啊，这个前一阵啊，寒流是大伤到农作物，尤其是影响到高接莱亚的莱亚水来授粉，受灾的面积高达421公顷。台东市农业局讲，山城地区的受损率超过30%，符合到补助的规定，每公顷补助6万块。市政府买个补助复耕的费用，每公顷10万块，它来减少到农民的损失。嗨，我是庄宇杰。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？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。